外判的定义是商业活动决策之一，将非核心业务交给专业承办商执行有关工作，可以达到节省成本、善用资源、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、获得独立及专业人士服务等等，利用企业外部的资源协助企业内部的生产和营运。外判的优点：保持核心竞争能力，减轻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，可以降低营运成本，提高品质，集中人力资源，提高顾客满意度。外判服务的范围包括清洁、保安、绿化、场地布置、活动宣传等等，还包括冷冻主机保养、后备发电机保养、消防设备保养、升降机及扶手电梯保养等等。外判服务的决定，选择什么项目使用外判服务，企业应该全面检视项目的职能及了解其相关工作程序，清楚了解外判项目的日常工作流程，清楚明白现在存在的困难，评估外判服务的利弊及可行性，应考虑是否透过外判服务解决这些困难。外判服务的重点：避免把过多风险转嫁于外判商，避免苛刻或欠缺吸引力的条款，适当的合约年期，外判商能够收取合理的费用，令外判商可以投入更多资源在装备、技术及人力的运用，可以提供较好的服务。较长的合约年期有助促进企业与外判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若企业有足够理据制定年期较长的合约，企业必须于合约内加入适当的解约条款，容许企业于合约期满前提出终止合约，以保障企业的利益。企业必须于年期较长的合约内加入合约变更条款，容许企业于合约有效期内调整服务或者价格，以增加企业的灵活性。企业必须考虑外判商的过往经验及表现，以协助拣选符合要求的外判商。